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，一个打全部第三十集马上开始。在一个礼拜前，狂人抽了这个龙卷在台服，究竟花了多少抽呢？你们看好了，答案十抽搞定了。好，本片马上开始。好，无限海带已经自我介绍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当然继续买磁盘。我们每天就剩下买磁盘的功能啦，没有任何功能了。好，开启。哇，这个精神磁盘永远都是不够。好，打开，再打开，漂亮。接下来来做一个潜能激发培养，激发培养。好，再来提升锋利海带。究竟这只海带今天能打败多少敌人呢？额外增伤攻击力，无视防御力，攻击力额外免伤。好，给他身心升起来，强化身心，身心，身心，再身心。本片也准备要开始了，有没有很可怕呢？好，我们来台服开一个装备来试一下手气。囚犯长裤，攻击速度，再来野性生命攻击。接下来把我们的二郎速度再做一个提升。好，漂亮，身心身心。下次再用二郎来打架，我们继续用海带吧。You saw
You watch the mercy and the gold, and all the grace you've been given.